想象的来得快。他一直在南方，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怎么可能呢，大官？我只不过是看你有趣，顺势而为罢了。狄明府，你知道吗？韩永南非法开采矿洞已经挖到了这里，你只要随便向下挖三尺就可以挖穿。哦，你不知道？看看，你一个县令，居然连这都不知道。王导，把刀放下，我会治他的罪的。治罪？拿什么治罪？证据呢？他没有杀任何人，那两个花娘是我杀的。王东，把刀放下！我现在已经找到他了，我会让他得到他应有的惩罚。你不能杀了他。王东，你想想他是怎么放了韩永南的？你信他还是信自己？杀了他你也犯罪，手里有刀就能复仇。这一瓶洒在地上，能把方圆五里的狼狗都引来。
这都是你上街买回来的？那个白色袋子是给你买的。手艺。到了秋季，南方邪风肆虐，冥府烈焰，引弓射箭，手暴露在外，恐怕寒冷，手艺是用得着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去烈焰了？你衣服上有砂石，鞋底有焰毛，跟你这么久耳濡目染，也学到些。我还特意跟洪亮说，让他别告诉你。烈焰犯忌吗？为何不能告诉我？我只是想等一切都有结果了再跟你说。吉者固也，果者实也，结果无非是为了巩固现实。我对现实已经很满足了，毕竟无人能望穿未来，把握住当下便好。老先生怎么称呼？称呼不重要，我不过是一个别游四海的方士罢了。老先生也是一名吉医？为何？这葫芦里装的是和灵丹妙药。我问你，为何说也？您刚才叫我林吉医。你不是吗？这葫芦是空的。空的？它要不是空的，就什么也装不进去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去青川镇。林吉，欢迎来到青川镇。要是你愿意，就叫我葫芦先生吧。